外國片套現是咖啡在個雪糕桶裏面的呢？香港終於都有了。這個就是尖底的雪糕桶版本，其實喝下去咖啡就沒什麼分別，只是它的雪糕桶鋪了一層厚厚的朱古力，而且在最底那裡那層朱古力是非常厚的，所以呢咖啡沒什麼易漏下來的。咁樣揸住飲都幾過癮啊！我覺得經過咧，都不妨過嚟買翻杯鋪上網啊下 like 啊！好啦，下次再同大家食其他嘢，拜拜。